说的话。情感是资格的第一大忌。这个笨蛋，你敢动他，我就杀了你。你都已经有情感的资格了，干不干净可以打败我。今日就要带他走，我看看边个够胆拦我。小心。当他离开这个岛后，你们从此就是敌人。怎么会这样？灾祸之心，将之血。一直受到诅咒的爱子，一去的话，哪里就会有杀戮？